好，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有时候会做直播，但是直播我还第一次看到那个是双直播双画面的。今晚娱乐一世代呢，我们就有来一个 IG 双直播，两个画面同步进行。对，你现在只要应该要上谁的，两个都可以吗？都可以，都可以。好，今晚我们先介绍一下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有两位，一位呢算是久仰了，因为经常呢听到他的名字，在很多的作品都看到他的制作，然后终于现在以一个新人的姿态推出他个人专辑哦。对，好，今天晚上娱乐一世代，现在欢迎吕世轩。Hey, what's up? 好，大家好，建恒哥好，我是吕世轩 Trout Fresh。 对啊，我们常常播很多的歌，其实幕后功臣都是你这样。好，吕世轩之外，今天带了他的好朋友 J.Sheon。 我是 J.Sheon， 那个 J 这个 Sean。Yeah, 好 ，J.Sheon 加上吕世轩，今晚来到娱乐一世代，两个一起来。对啊，那个因为吕世轩发片嘛，哈，就叫误入歧途这样。是，对啊，你讲的是走到目前这件事嘛？嗯，我误打误撞做音乐，就是现在所有做的事，可能未必音乐，都是误打误撞，有一点不去，就是不小心的，然后走到这个音乐。真的啊，你那么有才华，怎么会是误打误撞呢？也不能说，就是我从来没有，小时候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在做这么多事，可能不止音乐啦，可能也要拍东西，或者是对啊。所以其实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做这方面的工作。是，那从小到大你都觉得你以后长大要做什么？我只有想说我要赚很多钱，但是现在还有点距离，加油。对，而且你现在做的事情赚不太到钱啊，现在啊，除非呢，当然啦，你在幕后的这一块，你现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制作人了嘛？啊，对啊，这么夸张吗？有吧？对，我很常看到你的名字啊。是是 是。对，希望我们这个音乐的景气更好啦。是啊，要不然是啊，这大家的才华，我觉得都做得多收得少，太辛苦了这样子。对，另外呢，就是 J.Sheon， 没错，对，J.Sheon， 因为你跟这个吕世轩有合作嘛，所以呢，你今天是。以合作好友 的身份来的吗？我们一直都是好兄弟啊，就也可以是以合作好友的身份来啦，也是好兄弟，那也可以是好朋友，那也可以是很多角色，对，反正我们认识很久这样子。好，对，吕世轩跟这个 J.Sheon 认识很久了，他们今天晚上用这个双直播在娱乐一世代兄弟直播就对了。是，对，这个直播大家不管是上吕世轩的 IG 还是 J.Sheon 的 IG 都可以看得到。Yep。对，好，那你们说，我怎么知道 IG 在哪里呢？很简单，有一个放大镜，写一下他们名字就找得到了。对，好，那如果你是希望能够很同步的听过广播的声音，你还是一样要听广播，或者是下载 APP， 就是中广线上听，你就可以听到今晚的节目。那好，刚刚呢，一开始啊，就讲。因为吕世轩他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竟然会成为一个音乐工作者这样哈，对，所以呢，当你推出这张专辑，那当然对你来说更是想象中的意外。嗯，有一些是，对啊，然后就是把这几年的一些想法，从小到大一些心路历程吧，写进去一些些，对，加些幻想。是你是在台湾长大的吗？对，土生土长，我只有出国过一次，就在去年。真的啊？对，一次而已。哦，感觉你们很洋派啊。我应该还好，我真的是蛮台的，其实。哦，但我说的是音乐啦。哦，好，对，可见你真的听很多这样子。是。哦，而且你也一定很有天分，才有办法能够有这么完成度高的作品。很多朋友照顾啦，真的。哦，对啊，包括 J.Sheon 互相帮忙啊。啊，但 J.Sheon 的话呢 ？J.Sheon 的话，你说跟吕世轩认识很久了，可是我记得你不是就是从国外回来吗？我之前在快回来的前一年。跟他在网路上认识，然后后来就原来是网友，对对对，网友，哦，做音乐的都是网友，对，大家有互相加来加去，但不见得都彼此真的认识这样，没错，嗯，但后来就是回来就认识了，对啊，對，回来你那时候就决定要跟他合作嘛，也没有想那么多合不合作，就是，反正就是好朋友，一起做音乐，啊，一起讨论做音乐技巧，然后说想法，不管是歌词上还是音乐上，对，生活上。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在生活上应该都是很兄弟，而且也常常都会有时间会一起做很多事情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在音乐里面就可以听得出来，就是那个朋友相聚，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干的事情很多啊，很多、啊、很多。对啊，只是呢，因为吕士轩都把这些作品、这些事情变成了在音乐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更是理所当然，你必须找这群朋友一起来，在专辑里面来完成一下这样子。啊、嗯，对啊，但我们先来听一下你们有合作的歌好了。好，对，哎，讲到这首歌呢，我有听到那广东腔那个人是谁啊？谢甘甘大导演了。哦，所以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谢甘甘这个人吗？谢甘甘，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很多 MV 的导演。嗯，对，对，但是他早期是一个玩团玩音乐的制作人，制作人。真的、哦、他是从音乐制作人转导演的，所以他是原来就在香港做这件事情。没有没有，他是在台湾，然后因为他有那个很多香港的朋友，所以有时候跟他们接触久了，他自然而然的他的那个口音就会被他们影响这样子。对，所以真实身份是这样子吧？是因为香港朋友很多是被影响的、啊，是被影响，所以他故意用广东腔吧？他是会有一点这样子，就是跟他的那个广东朋友贴近的感觉。哦，对，是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当然还是希望那个听众朋友等一下在听的时候，哎、欸，会有一点意外嘛。是 对，因为你的每一个朋友在里面，不管是加入饶舌，或者是在里面有一些自己的对话，对不对？对，我觉得都让这首歌变得很丰富，而且呢，也我觉得比方说 J.Sheon 讲话就听得出来是你。那比方说像剃刀讲也是很有名的制作人啦，是音乐制作人。对 对， 對， 對，所以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剃刀奖好了，剃刀奖是我小时候大概14岁、15岁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好兄弟，也做音乐上、哦、他以前是个很早期是一个台湾很前辈的饶舌歌手、嗯、然后后来他就退到后面去当制作人，这是他十几年第一个录的正式作品录出来，他的声音有加入的哦，就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现身呐、啊，就是很久他转制作之后就没有，然后这首歌。让他加入一直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哇，所以你完成了这个梦想。没错。对，希望把这群朋友都弄进来这样子。对，其实呢在这几年啊，我们常常在流行音乐的这个工作人员名单看到了这一些名字，包括吕士轩啊、剃刀奖啊，对哈，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新的，而且能够代表现在华语流行音乐就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制作人。虽然年轻，但是因为你们接触成长的背景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得到的那音乐的素养，我觉得也很自然的在你们现在的作品里面就呈现出来这样子。对，那这一首歌呢要讲的是朋友之间的故事，狐群狗党。没错、yeah、所以呢你们是四个最好的朋友吗？是可以这样讲吗？还有一个是这首歌的制作人之一，编曲、米其林。米其林的话就没有现身了吧？对，他就是以编曲人没错的身份出现这样。没错，对，好啦，所以呢我们要让吕士轩好来介绍你的朋友跟这首歌。这首歌是你的一个心愿吧？对，算是想要为自己的朋友 把我们这一群人凑在一起呀、yeah， 所以就有了这首狐群狗党。然后要看直播的人，你们现在可以上 IG 今晚有直播，不管是吕士轩还是 J.Sheon，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今晚的娱乐一世代。先让自己加把翘个二郎腿来八卦，舞池在客厅 VIP 在沙发，不管来休息还是来疗伤，记得解开封印后就别的包装、丢个小确幸，小成功，小希望，老规矩，老朋友，老地方。 OK， 先玩玩几场，后面还有个甜点被关在冰箱。喧哗是引导、杯子里放的是火药，举起来是礼貌，干完变成自走炮，跟着笑声，不想提早睡，把快乐充满血液和心脏肺，反正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只可惜月亮姐姐今天只够洗澡杯。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Yeah， cause we are 狐群狗党，狐群狗党。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Yeah， cause we are 狐群狗党。
进口的呼呼进口的几小时的垃圾话没得写稿，群聚干话松也写赞的写稿，不必健康转笔谁先地图写鸟，当夜亮乱出手撕狗粉随便插上别放抽的，没人敢来靠近 ain't got no love， 我们脑袋几乎都没透彻，我们习惯太差不做功课，靠实在爱都有猛的热水喝了会烫，在草就撒你背上 chilling with the boys freestyle， 在小鼓下的拍点还对到再熬个几招，哦哦哦哦修养想象的流氓骑着跌倒破皮又流淌，半夜吃宵夜的生活陪陪豆浆，胡军家的 Go Down It's about to go down， 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Yeah cause we are 胡军 Go Down， 胡军 Go Down， 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Yeah cause we are 胡军 Go Down， 胡报上名加入我的举牌大戏，南极穷更我不怕没心外意，在这里胡闹的钱赚，找更多伙伴暗号自己人的知道，关上门开派对前面排队容易，玩的累酒肉配朋友被揪了，狐群配狗的玩最凶了，别这时候找我睡了，大冒险还一个吃的方面，电话叫最方便，吃到一个带汽水爆米花那些电影电动，我是看了骨子他们要我带不动，都是他有他的方式他的本事，乐子花了多少心思没骗你，院子里香槟烧的味道过今天依然是家的味道，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Yeah cause we are 胡群狗党，胡胡群狗党，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Yeah cause we are狗狗先把警戒关掉，有狐群在叫，案子明天要叫，狗党没有在摇，思绪又在逼我抬轿。先讲鸡鸣满腔，冬天吃雪糕，壮阳的功效，秘诀是腔调，空姐都疯掉。我的葡萄葡萄，来看我三道，大家不好不好，来看我聊聊。异乡人醉了，一下就睡着，睡着就跟山药是一样的，花花咧咧的，但是对身体很好。怎么样 DJ 老师现在道德感重是不是，狐群狗党匍匐在球场，不顾谁受伤哭哭跟你妈讲，我的道气有限 around the clock， 撩过的电线杆我找到 block， 大力是个男生但是长得发，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 Yeah cause we are 狐群狗党，狐群狗党，大力是个男生但是长得发，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 Yeah cause we are 狐群狗党，李宇轩，你找我跟刚刚还有 J.Sheon 一起用废歌，你当我们是什么？你以为只有你们哦？你看后面啊！要哈，我是异乡人，不是五乡乖乖，要我饶是世界。OK OK， I'll let it be go， 今天不挑你也就。怎么突然结束了？谢谢。好，歌结束了，就是这首歌。这首歌呢，我觉得很过瘾，因为呢，这首歌可以把那个平常你们的生活表现在一首歌里面，是是是，对不对？而且感觉上好像你们彼此对话就是这样吧？真的差不多这样。对啊，这很熟的朋友才会这样彼此讲话，就好像也没什么。就是说这首歌的创作，对，我觉得过程蛮有意思的，因为一般我们会发词嘛。对，那或是我们创作人，我们自己在家写，但这一次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写哦，就是你们几个人一起吗？分批，我们的分批呀，分批。这首歌算是这整张专辑做最久的一条歌哦，真的、啊，在做三四天。但说实在，我们写词的速度蛮快，蛮快的，真的蛮快的，就是一人一句。平常生活讲的不重要的话，对，就凑出来。对，其实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吧，但是真正安静下来开始，可以写了吗？可以开始了吗？对对 对， 對，就是他们来要先哦，我要先吃个宵夜。对啊，欸、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看？看這個、有没有？对，有没有看一下 YouTube？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喝？对，好，然后等到那个大家都聚的差不多了，说哎、欸，我们现在可以开工了吧？对，但真的开工就快了。对，因为在生活中就酝酿了，但是你说做了三四天了、喔、这首歌，因为我其实这整张专辑到最后，
我只剩差不多不到一个月要把它做完十首歌，对，所以每一首歌都蛮赶的，对吧？这首歌30天，算是做比较久的，对对。好，有一首歌呢，其实算是你的自我介绍吧，是《新鲜鳟鱼》，对，是我的自我介绍，它很短，对，它就是我的名字，大家请叫我吕士轩 ，Trout Fresh。Trout Fresh 也就是新鲜鳟鱼的意思。对，就从这首歌开始了这张专辑。Yeah。苍老师听见也别随便老师苍蝇多，一直保持新鲜，老子双鱼座。导演教你不懂就跟着苍蝇走，你塞妈咪不愁爱死的就别再能被当镜头。忙碌是种病，还好吧游得快，要硬碰硬得先过我的干草的苦心酸，但还是要努力玩，我不是黑男。俺们从小负心汉，怕射的我不够三分钟就三分熟，为了保持凉爽林北欧我三分头，一堆人在闷闷别着点我割了脚毛，走进割了别说三分球都不进也没差，听我割的还是一堆在磕头，别嫌热身烂，谁没被洗过几十年，打从眼睛睁开早被笑了几十年，让我笨蛋我的空间的理智线 It's strong fresh my name吕士轩 What's up? Say my name Trout Say my name Fresh What's my name? Trout Fresh Say my name Trout Say my name Fresh What's my name? Trout Fresh Say my name Trout Say my name Fresh What's my name? Trout Fresh Say my name Trout Say my name Fresh What's my name?Yeah， 以后看见我不要叫我违法，我叫吕士轩 ，Trout Fresh。对，没错，103.3，现在时间是8:30，在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呢比较特别，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有吕士轩，加上他的好朋友 J.Sheon， 这是 J.Sheon， 这是吕士轩，呀，其实呢，吕士轩呢原来是一个团，就是那个违法，是对不对？违法里面有三个成员，对对，所以呢，刚刚 J.Sheon 在聊，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 A&R 的想法，是对，所以在2017年去年，其实你们违法里面三个人都发个人专辑，连续3个月，对对，第一张是张武的《欢迎入座》在万圣节发行，然后第二张是石进的《想入非非》在12月15号发行，最后一张是我的《误入歧途》吕士轩在12月30号发行。对，这个计划听起来真的是蛮庞大的工程，因为三个人要同时就是一个月一张发片，那非同小可哎、欸。嗯，还弄到几个月不知道怎么过了。对啊，哎、欸，那你真的蛮够义气的，因为你把自己摆最后，时间不够就剩这些了，是还是得做這樣，要做完要做完。对，不过6、7月写差不多，嗯、哼，对，6、7月前我就把东西写差不多，剩一些小东西。录音的时间啊，等等。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违法呢？违法，嗯，你是说违法你？你们怎么样？你们没有计划吗？我们的计划就是今年发完了，然后剩下来就是大家看各自想要干嘛就干嘛、哦、然后想要一起做歌就在三个人，我们没有解散、啊、我们没有解散，但只是希望说去表演的时候大家不会看到我这张脸就以为我叫违法啊，或是张武是违法，或石进是违法。对，违法是三个人啦，哈，是三个人。对，那因为那个 J 项呢，在今年啊、算是比较年初的时候发片的嘛，去年啦，去年对，发完片之后呢，你的专辑得到就是我觉得整个回响都相当好。那你的这个许许多多表演工作正在进行，是 是。对，那这一次可以跟吕士轩合作，其实我觉得好像是把这比较新兴的一股音乐的啊、新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在台湾流行音乐界的一些好朋友的感觉，又重新的让我们就是看到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那我觉得相信你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啊！你的音乐或你的人，后来回来台湾之后，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都是会啊，就是大家是互相影响，好的影响，不管在创作上或者是说事情的执行上，都跟不同的人学到很多不同的事情。是，嗯，对。但因为你是个人歌手了嘛，对，所以像他们啊、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就是像啊刚刚我们听的狐群狗党这样的歌，就是啊、你也都会参与在整个作品里面。比方说，你可能跟吕士轩特别好，对，然后你就会跟他，其实在他整个做唱片的过程中，你其实都有同在这样。对，都有啊，就是我们都互相同在对方的。就其实，即便是我自己的作品，我有时候是写东西的时候，我也跟他讨论，对吧？嗯，好啊。所以你回来台湾，真的交到这一群朋友，是在音乐上是真的彼此可以进步很多这样子。赞赞赞！对啊，哎，可是啊，就因为在那个吕士轩的专辑，其实我们听到你跟很多人合作嘛，对，这其实是做音乐的一个常态，就是未来。其实我觉得跟很多人的合作，或者是啊、featuring 这种，都是一种好像变成是啊、我觉得都是丰富音。音乐啦，哈，是更好这样子。那啊、吴建豪我蛮意外的，因为吴建豪感觉上就好像跟你们这一代比起来，他应该又更早了。然后不但更早，而且感觉上他也很少留在台湾跟人家交朋友啊。对，这倒是，对不对？他蛮常飞来飞去。对啊，怎么会？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我上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有因为透过一位制作人叫 Terry 梁永泰，对，梁永泰有这个机会认识到他，那我们变得蛮好的，平常有关心互相的生活。嗯、啊，当他知道我要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也说：“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吧。”说：“好啊，你说好，那就来啊，对吧、啊？”然后就做了这一条正在塞这样。对，所以正在塞这首歌其实是你的歌的，你写的，是我的歌，你写的。那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的正在塞很适合？拿那个拿来跟吴建豪合作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还蛮常忙来忙去啊，对啊，然后常他我是在台湾，可是我时差在过各国的时差啊，他就常飞来飞去，他的时差也很乱，他的时差是因为飞行，你的时差是因为你乱睡。我刚刚正要讲，每个人都觉得我不睡觉。那你这样做音乐工作，别人不会很难联络吗？没有，我是最好联络的那一个。因为你白天晚上半夜你都找得到我，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没有在睡觉，其实我是有睡觉的。对，也就是因为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你才会把自己在你们那个团员违法的三个人里面把自己摆最后，因为你是就是自制能力最强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也是三个团员中唯一就是全职音乐人。哦，对对，是是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们这样讲我。压力有点，我一个好朋友的他的叔叔跟他讲的，哎、欸，那个是哦，蜘蛛人，蜘蛛人能力，你朋友叫彼得，对，希望大家有听得懂， Peter Parker、有听得懂这段笑话吗？啊、正在塞，好，我们来听，这是跟 Venice 的合作，吕士轩。半夜等人跟着吵亮，就半夜本来可以睡得超香，都是现实，眼神带着刀枪，没空解释，脑子帮忙扫光 take time， 哎呀饼干洗个掉在地板上 take time， 哎呀怎么进度还是一百趴、揉揉了眼擦干净低头走的泪，忘记刚打来充满诱惑的月，继续忙着这个所有的电影，我不是灾难，我是投票，忙碌是坏蛋，把我关得疯掉。What a melody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What a 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What a 一切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正在塞，正在塞，正在塞。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正闹失眠，他不肯跟我说再见，生活忙着找时间，有没有了有看见啊，算了都没差，反正连胡子都没刮、
是我动先发，不是接电话。已经睡了三天都在这，现在通常破沙发，这里蚊子都太饿，能不能通通杀光？边忙加班边发状态，你可没打算来，只好发呆。可是身在大海，其实在放慢。Hold on。I don't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to say sorry, yeah. What I see she feels like to say sorry, yeah. What I hear she feels like to say sorry, yeah. To say sorry, to say sorry, to say sorry. Since the market's around, since she took so long, they feel. 想要积极突破或退路。能否提出所要调整的，不想背负。一切到底怎么造成的？Shout to my man Vanessa Trout Fresh， 这首歌送给那些晚上加班的夜猫子们。像你吗？对啊，你跟我一样。哎，为什么？你为什么？因为我脑袋正在塞呀。All right。What I know that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What I see she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What I hear she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正在塞。好，在今晚的娱乐一世代呢，来到我们节目的狐群狗党哈，来了两个，对不对？哎，吕世轩跟他的狐群狗党哟，那个 J 这个 Sean， 好，我再重复一次，J-Sean、我叫吕世轩 ，Trout Fresh。对啊，你的那英文名字啊，其实我一直不太敢念。后来在播了《新鲜鳟鱼》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确定这是你的个人的自我介绍，名字歌，对对，名字歌。其实名字歌为什么你的名字是这么？不是这么好念的。Trout 是你就你想 out 鳟鱼，对，鳟鱼，鳟鱼是平常我们比较少用到的单字吧？对，算比较少。鳟鱼是有一种鳟鱼是他们为了要回去上游产卵，会一直往上游，然后或者他为了追求自由，他可能会从池里跳上一个水管，可能可以游出去的地方。对，所以你是因为鳟鱼的精神吗？对，一个你知道生活就是力争上游，逆着来，顺着走，所以做就对，顺就好了。OK， 好，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新鲜鳟鱼这样子的名字跟着你？嗯，差不多哦，这个东西差不多跟我十年有了，有这么久哦。对，虽然还是有人叫我其他名字，但可以先今天可以开始叫我吕世轩 ，Trout Fresh， 新鲜鳟鱼。新鲜鳟鱼直接叫名字蛮奇怪的啦，对、啊。对，而且也是翻成中文念起来好像更怪，对不对？那习惯的人叫我土豆也没关系，因为大家都常叫我土豆。土豆啊，对对对。OK， 好，那因为推出这是你个人的首张作品，是对，所以跟那个团体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就是说啊、当你推出这张作品之后，可能你会计划了自己用自己的音乐走一些巡回，或者是一些表演，你目前有在走这样子的计划吗？目前我们，因为我们是三张专辑，那我们就把三张专辑合办了一个小型的 tour， 就两场而已。一场在台北 Legacy， 是3月25号；一场在台南十一库是3月30号。嗯。都在三月，反正是年后的事情、啊。对，年后的事。对，现在表演资讯还没有出来，但是大家压岁钱可以准备一下。对，大家先有一个底，这样子。是是是。对啊，在听你的专辑哦，其实它是很来自于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是。对，所以并不是因为你们做音乐，你们的生活就好像感觉跟外面就不太一样。我觉得你们在歌词里面所呈现的，特别是你讲到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就是好像在我们生活里面就要发生的这些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有的事，这样是这是我也希望跟大家讲到共同经验嘛。嗯，对对。但你算是很早就进来做音乐了、啊，嗯，蛮早，14、15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可是我觉得早做音乐，其实我有点不确定那个时间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正式，你知道？对。你觉得音乐带给你的人生有比你原来想象的更精彩吧？嗯，蛮精彩的。对啊，至少交到很多朋友。很多朋友，对啊。那些情节、yeah, 如果难道闹钟走了怎么活过明天、yeah, 如果难道闹钟走了走了走了、yeah, yeah
还有逃脱的方法，越来越想不出，眼看他帮我藏的谎话快压不住，学校渐渐搞不出嘴的糊涂，北京的喧闹使我显得突兀，所以我试着脱队，试着面对，虽然这世界依旧维持着偏见，我开始学会原来保持着诙谐才能应付随时的危险，感谢他的热心让我注意看，只可惜总是让我出意外，他陪我度过所有不愉快，但也是我生活输一半，回头看过去的过得太笨，现在才懂得选择我的战争，那个闹钟成就了我的完整，现在该我上场离开我的板凳，现在那个闹钟走了，学着吐了一面、yeah、现在那个闹钟走了，就带着跟他的理念、yeah、现在那个闹钟走了，走了新的一页，现在那个闹钟走啦走啦走啦 yeah, yeah. 好，这张专辑呢，虽然也有实体发行，但是呢，在这个网络的部分呢，已经整张专辑都发行了。对，在一些网络平台 ，KKBox 啊、Spotify 啊、Apple Music 都听得到。对对，但我觉得你还不错哎、欸，就是你们三张专辑都发实体嘛，是三个人都有发实体，大家公平，对，公平。那预算都一样吗？差不多，歌数量不一样嘛，哦，歌的数量不一样，对，其他预算是一样的，对对对对。其实你们走的是一个概念啊，我希望这个概念你们可以在今年啊、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概念做更多的事情，希望对。等到有一天如果再合体，我相信每个人又各自练功练更好了，是啊是啊是啊，对啊。所以你的目前习惯嘛，因为你本来在团体就算是半目前的啦。是，对，所以你现在这样，可能因为个人专辑，你会更多以个人的身份接触媒体啊，或者是荧幕，或者是更多曝光。对，你还习惯吗？还算习惯，反正我不会忘了两个兄弟还在后面，这样也没有在后面，就是他们比较没有跟我一起出现。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今天也非常谢谢吕世轩，让我知道另外一个消息，原来我有两张专辑没听到。谢谢。对啊，也请大家 check 了哈，如果你们真的喜欢他们的话。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发新专辑，已经，你刚刚有在说都在创作了嘛？都在创作，对对，嗯，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很多歌在前期的执行阶段这样子，所以今年会发片咯？应该会，嗯，我们计划就是今年可以再推出新专辑，嗯，对，因为会有，其实上一张也有遗漏一些很多的想法是，因为你知道其实十首歌的篇幅是不够的，对，还是会有需要更多的作品去。放入自己原先本来就想要去放进去的东西跟想法。对对，就做音乐人都说十首歌的篇幅是不够的，但唱片公司都会告诉你说，现在没有人要听那么多歌了。好，那做少一点。好，但是爱音乐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专辑里面，他们还是表现得很满这样子。对，因为那是他们的热情，要给他们加油。谢谢你们两位来，谢谢谢谢谢谢。所以就算少了两分，其实也不错。呀呀呀，你不算是只安静的猫。呀呀，小怪迷总是开心的跳。呀呀，这宝藏到底怎么找得到？遇到你，像脚筋被挑断，怎么跑得掉？满分留给你的梦想，九留给你的偶像，98为我给留下。就放心留给我吧，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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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较想去健身房。哦，好。哦，你要带妹？没有带妹啦。还是你要跟我求婚？没有。变的。好了，我爱你，拜。我爱你 too， 拜。满分留给你的梦想，九九留给你的偶像，九八就为我给留下，就放心留给我吧，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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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